大家好，欢迎收看圣经考古资料库，我是庄正成。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圣经的名词马门。马门是古叙利亚语，它是财富的意思。马门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种，被形容是财富的邪神，因为它会诱使人为了财富而互相的杀戮。这个来自亚述文化里面财富神明的名字，也被当作是贪婪的象征。我们知道亚述文化的起源是巴比伦，而巴比伦 Babylon 这个字跟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所提到的巴别塔有很大的关系。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神在巴别塔变换人的口音，所以巴别也就是巴比伦，其实也就是建构在混乱的根基之上。创世纪当中记载，当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想要盖一座可以通到天上的塔，他们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回到天上，这代表了人里面的骄傲。人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自己也可以办得到，只要我们同心合一，立定志向，一起来建造塔，我们也可以到达天上。换句话说，人们里面的那种骄傲就是马门的来源，而马门的形象则是一个有着鸟头人身的恶魔。我们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以中世纪的传说故事所绘制的马门，他手里面握着财富的诱饵，来吸引人向马门祈求的这个画像。尽管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经常把马门拟人化，但是这个贪婪的恶魔其实并没有一贯的形象。中世纪的传说里面，从一个身材魁梧红皮的恶魔，再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马门可以变换任何的形象，而马门多变的化身却都有着同样贪婪的特性。因为马门只对金银财宝有兴趣，而且马门还会唆使诱惑人类去执迷于金钱。当人们呼唤马门的时候，马门也愿意将以金银财宝来交换人类的生命，而他送出去的宝物不久以后就会变成灰烬粪土，这样马门就可以白白取得人类的灵魂。我们如何认出马门来？过去的传说记载告诉我们，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留心那些炫耀财富的讯息。马门总是会想尽办法来炫耀自己的财富，或者马门会用金钱来诱惑你，甚至是邀请你到他那充满财宝的巢穴里面来做客。因为马门总是会激起你贪婪的欲望，一旦你落入他的魔咒当中，除了他用来诱惑你的财宝之外，你将很难专注于其他的任何的事情，这就是马门的诡计。约翰·米尔顿在《失乐园》这本书当中，曾经对马门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描绘。因为马门正是在地狱里面建造极度豪华奢侈的万魔殿的这个恶魔，马门发挥他独有的创造力，率领众鬼魔在地狱的山腹当中挖掘出黄金以及各样贵重的金属，然后用这些东西来装饰万魔殿的各个房间。在《失乐园》这本书当中，被打入地狱的众天使们就在马门的指挥之下发掘无数的珍宝，来建造他们自己的万魔殿。说完了历史上面关于马门的传说，你或许会说，这不过就是中世纪神秘的传说故事罢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衣食住行样样都需要钱，难道我们可以不用金钱来生活吗？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基督徒也是人，你说基督徒难道要回到不用金钱的原始社会吗？关于这一点，我先不做回答，我们先来探讨金钱在人类社会当中的发展。原本的原始社会是自给自足，人们从事劳动，劳动产出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以物易物这种交换的形式。例如，你的一只羊换我一把斧头。后来，人们从事劳动所获得的出产，主要不是为了自我消费的目的，而是要跟其他人交换物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程度逐渐比原本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经济提高了许多。然后古代人发明了使用货币来作为生产物质交换的中介，而货币确实也带给人们极大的方便。从此以后，人们不必再以物易物，而货币就于是演变成各种物品的价值，用来交换一切的物品。到了近代，货币的形式逐渐的多样化，从贝壳、金属到纸钞，一直到现在的数位货币，这些形式的货币我们一概用金钱来囊括它。而金钱的功用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使用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泛。除了物质的交易以外，金钱几乎可以买到一切有形以及无形的事物。其实本来金钱并没有所谓的善恶，但是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当中性情就有了贪婪。十诫里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7节。而人性当中的贪婪，也就是一个不够还要一个。每个人贪婪的目的不同，抓的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名声，可能是性，可能是影响力，甚至可能是服侍。而拜偶像的心态也是这样。我们在前面讲过，马门总是用财物去试探诱惑人，就好像用鱼钩上面的饵来让人们上钩，成为马门的猎物。如果一个人不全力拒绝贪婪的欲望的话，那他就会上钩，而无法逃离魔鬼的网罗。人在自我中心里面接受欲望的诱惑，于是罪也就在这里产生了。有人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为了钱可以杀害他人的性命，为了钱人性可以扭曲，为了钱良心可以麻木，为了钱不惜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目空一切，为了钱人们宁愿做钱的奴仆。所以俗话才会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是鸟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觅食，所以鸟为食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人应该比鸟更有智慧，但是现代的人不但不比鸟有智慧，反而比鸟还要愚笨。鸟找东西吃，直接吃了可以维持生命就好了，鸟为食亡，死了就死了。但是人是有灵的生命，人为财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死亡，也是属灵的生命的死亡，也就是永死。所以提摩太前书6章第10节告诉我们，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当人一贪爱钱财以后，理智也就跟着丧失，为了得到金钱就做出许多不法的事来，不惜以宝贵的生命来换取会腐朽的财物。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第10节再次的提醒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人的贪心就是属肉体的，肉体的本质也就是属撒旦的，再加上人贪爱的目标是金钱，而金钱又是被马门所控制的，所以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因为钱财的缘故，于是就被马门控制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耶稣才会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第24节的这句话，不是对世上一般人所说的，而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甘愿一生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所说的。所以我回答前面所提到的问题，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当然是需要金钱的，也必须要使用金钱。连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也都需要用钱，而且耶稣还把钱袋交给了他的门徒犹大来管理一切的开支。金钱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但是怎么样去得，怎么样去用，却大有讲究。如果有错误的话，就会中了撒旦的诡计，落入马门的圈套当中。耶稣的话当中告诉我们，马门对我们还有一种危险，那就是金钱会做我们的主人。我们只承认神是我们的主，除了神以外没有第二个主。但是耶稣警告我们说，小心马门，他会做你的主，你会转而去侍奉马门，于是你就有两个主，有了两个不同的侍奉。或许你要问，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了，接受了耶稣是我们的主，马门又怎么能够做我们的主呢？这是因为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们一生的道路有的时候丰富，有的时候也会缺乏，有的时候饱足，有的时候也要饥饿。这是主量给我们的必经之路，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能够透过经历不同的环境而更坚强更成熟，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然而马门就常常在我们生命经历艰难的时候施展他的诱惑力，引诱我们失去信心，转而去依靠马门。我们为了使生活过得更舒适，不知不觉当中，马门就做了我们的靠山，做了我们的主。马门做了主，我们自然也就去侍奉他。民数记第22章记载说，一个侍奉神的先知名叫巴兰，巴兰原本是为神说话的。以色列的敌人摩押人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就花了钱请巴兰来诅咒以色列人，因为巴兰为谁祝福谁就得福，诅咒谁谁就受诅咒。但是巴兰这次去诅咒以色列人，不是为了神说话，而是被金钱来收买，是为了马门来说话。巴兰在侍奉上面大大的失败，侍奉了马门，结果落在撒旦的手中。彼得后书第二章就评论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正是被诅咒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工价的先知。今天的世代充满偶像，许多人敬奉形形色色的神明，甚至把各行各业的名人都当作偶像来崇拜，更多的是运用自己的一生来追求金钱，追求事业，追求娱乐，或者是追求性，用种种有形无形的东西来取代神的地位。基督徒如果不谨慎的话，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我们虽然不会崇拜图腾的雕像，但是马门会用种种有形无形的财富，想要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马门这么做，也就是要夺去我们起初爱主的心。马门这么做，也就是要成为我们的主人。对基督徒来说，不但不可以有别的主人，更重要的是不可以用拜偶像的方式，以及用拜偶像的心态来拜真神。我们必须要先离弃偶像，然后才能够服侍神。马太福音第19章第16到第26节记载了一位少年财主问耶稣一个问题，他问说，如何得到永生？耶稣说，把你的钱财分给穷人，然后跟从我。但是这个少年人因为爱财物多过爱神，所以不肯分钱财给穷人，钱财拦阻他得到永生，结果他不能够跟从主，反而忧忧愁愁地走了。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的。今天不是很多人像这位少年财主爱钱多过爱主，爱钱多于爱人吗？许多人还为了钱宁愿做钱财的奴仆，听从金钱的指挥，做出一些意想不到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情。
箴言第一篇第十九章说，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因为贪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了以后，从此人类就沉沦在罪当中，普遍的世人都被贪心所辖制。有些人因为贪财触犯了贪污，导致了身败名裂，有的甚至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些人因为贪财用尽了一切的手段，企图要欺骗别人，最后却换来了作奸的报应。又有些人因为贪财不顾道德，而且不惜代价出卖自己的肉体，最终后悔莫及。前几年在几次世界金融风暴以前，有许多的人为了在短时间里面赚取大量的钱财，不惜超额的投资，整个市场里面充满了投资炒卖的气氛。这许多人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基督徒，都在各种的炒卖股市房市里面沉迷了自己。结果当经济泡沫爆破的时候，这些人损失惨重，有些人甚至自寻短见，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些人因为无力还债而作奸，或者导致了精神病，家庭破裂，妻离死散。这些情形正好应验了前面箴言所警告的，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可叹的是，许多基督徒也忽略了神的话语的警戒，随从的今世潮流而吃尽了骨头。所以让我们谨记着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所说的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我要强调的是，人不是钱财的主人，也不是钱财的奴隶，而是钱财的管家。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曾经在芝加哥的一场聚会当中传讲有关生财之道的这个信息。他的信息总共分成三篇，第一篇穆迪讲说尽力赚钱，听的人拍手叫好。第二天穆迪讲的是尽力积钱，听的人继续点头表示认同。第三天穆迪讲的是尽力的捐钱，听众听了以后没有作声，因为没有人敢赞同。的确，真正懂得管理钱财的人不只是为主赚钱，为主积钱，同时也要为主捐钱。为主赚钱途径要光明正大，心态要正确，为主积钱目的是要做好准备来应付日后之用，为主捐钱为的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学习关心神的家，学习向神来感恩，也同时提醒自己，神的物应当要归还给神，我们不过是管家罢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会朽坏的钱财转化成属灵的价值，成为永恒的福分。大部分的世人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循属世的价值观，我们努力的读书是为了上好的学校，我们上好的学校是为了将来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我们所谓好的工作也就是赚钱赚得多的工作。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知不觉习惯了追逐金钱的人生观。现今的时代，金钱的用途越来越广，几乎金钱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金钱的力量也越来越大，财富成为了人们眼中的一切，人们活着似乎只为了钱，有了钱我们可以神采飞扬，有了钱别人会另眼对待，有了钱我们可以周游列国，游山玩水，品尝各国的美食。这是属世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也影响了我们基督徒。基督徒原本是要在这个扭曲的世代做光做盐的，可是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是常常抱持着这样的观念，如果我可以更有钱，我就会更有安全感，
我也可以奉献在神的事工上面。于是他们选择了为这个目标努力以赴。然而不管他们的目标是否达成，他们心灵的深处总是不满足。他们以为现阶段的努力追求财力，等有了金钱以后，他们可以做金钱的主人。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最后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有许多人因为财务忧虑过度，精神紧张，神经衰弱，甚至逐渐变成了忧郁症，因为没有时间精力好好关心他的妻子跟儿女，家庭当中也充满了愁苦。这样的人看钱比看人，而且比看神都还要重，钱也就是他们的主人。但是钱财有一天会一无所用，因为金钱不能够买到家人，金钱不能够买到真正的亲情，金钱不能够买到真正的友情，金钱不能够买到真正的爱情，金钱不能够买到健康，金钱不能够买到时间，金钱不能够买到智慧，何况金钱更买不到永生。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永生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神，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都不觉得我们自己会爱马门，但是当我们经历生命当中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却常常会质问神说，你不是说要祝福我吗？为什么我还会有缺乏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心已经偷偷地效忠了马门。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马门的传说的故事当中，当人类呼唤马门的时候，马门愿意以金银财宝来交换人类的生命，而当马门送出去的财宝不久以后就会变成灰烬跟粪土，这样马门就可以白白的取得我们人类的灵魂。耶稣知道马门是一个邪灵，侍奉马门的人代表他们对金钱、对物质、对财富的热爱。耶稣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的意思是说，当你说要选择敬拜侍奉神的同时，很有可能你也选择了敬拜侍奉马门。耶稣的这一句话就如同旧约时代的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神迹以前，以利亚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色列人问题的症结。先知以利亚说，你们三心二意，摇摆不定，要到何时呢？他直截了当地敦促民众要做出选择。以利亚说，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就当跟随他，如果巴利是真神，你们就当跟随巴利。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8章第21节。所以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马门总是想方设法的要设计我们。马门不只是直接要你放弃神，他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当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撒旦就会鼓动我们开始抱怨神。渐渐的，我们心中对未来的忧愁会逐渐的取代圣经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会质疑说，圣经真的是这样说的吗？渐渐的，我们信靠神的信心也会随之消失殆尽。我们要想一想，究竟我们应当侍奉谁？既然我们经历了救恩，又明白了神的话语，我们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要受一时的诱惑而选择服侍马门，否则这将会导致我们永远的悔恨。世人都在跟财力打交道，所以有许多人视财如命，视财如神。而我们是否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你同意我所说的，我们应当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就要有优先的次序。首先，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都受神的托付，为神做工。如果金钱进入到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必定会受到影响。爱钱的心越多，爱主的心也就越来越少，侍奉钱也必多过侍奉主，甚至会导致我们再也不侍奉主了，而去专心的去侍奉马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当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也求主使我们有力量
拒绝这样的诱惑。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应该只依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单单的侍奉耶稣基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希望只单单侍奉你，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在你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喜乐，这是我们的祷告。因为当我们寻求你意念的时候，我们所曾经忧虑的一切终究会得到解决，因为你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再次的经历你的恩典，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永远的平安。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上就是本集圣经考古资料库为您所介绍的马门，我们下次见。